Hey, 大家好，我是Ethan那个卖房子的小镇。那欢迎来到608 Arborada Arcadia 这一栋2023年所新建的制订房。那在我后面的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房子。这个房子是在2023年才刚建好的。那这个房子里面的室内面积是5800尺，它的占地面积也有16000尺。这一个房子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优越，它离 Arcadia Mall 只要3分钟开车的路程，而且它离 Freeway 也是非常的便利。这里的地理位置呢，是我在 Arcadia 找不到在比这边更方便、更闹中取静的一个 location 啊！而且这个房子里面的装潢都不马虎，随着小镇的镜头带你去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吧。那在这个房子呢，我们刚刚有看到在房子的右手边这里有一个长长的 driveway， 那这个长长的 driveway 就会到这个房子它的一个车库，它是一个三车库的房子。那从大门这边进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房子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美式，你朋友来一看就是住在美国还是要住这种美式的房子比较合适了。那我们就从大门进来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吧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是在大门入口它的玄关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有看到它玄关这边也是做一个大挑空，然后有放这样子非常现代感的吊灯。那后面呢，就是它进来的入口门。这个门小镇刚一推的时候，真的还蛮有分量的。那进来之后呢，在你的左手边这里有一个非常适合华人使用的书房，它里面的设计风格非常的古色古香。那在这边办公呢，感觉效率会非常的好，而且你看出去外面的就是你的街道的风景，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还蛮享受的。这边也可以当做一个书房了。那在书房的另外一头，这里就是一个会客厅。那这个会客厅非常适合你朋友来的时候，或者是生意伙伴来的时候，跟他们在这里谈生意。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房子前面，这真的是 Arcadia 这样子绿化做得非常足的一个外面的一个风景。那我们前面这个接待客人的接客厅，或者是他的正客厅的旁边呢，这里就是一个正餐厅，跟客人谈完生意，然后直接就可以在这边享用一顿佳肴。这个动线非常的合理，非常的合适。好，那跟客人谈完生意，吃完晚饭，总要有一些消遣，对不对？我带你们来看一下。我们从大门入口处进入这里。如果你的生意伙伴他也有小朋友的话，你可以邀他们在这个影视厅看一场电影，或者是你在这里可以装个卡拉 OK， 是大家娱乐娱乐一下。而且我发现他这边的隔音设备做得非常的好。那我们这边如果是放电影院的沙发的话，这边可能放个三排都很足够，所以在这边接待客人是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好，那接下来在这里呢，是他楼下的一个可以洗澡的浴室。那在浴室的前面这里看到的就是他车库的入口门，它是一个三车库的。那车库入口门的旁边这边有一个储藏室。OK， 那在楼梯下面呢，这里有一个很深长的储藏室。在这个走廊再继续走下来呢，像这么漂亮的房子，多多少少一定要有自己的存酒的地方，这里就是可以让你放红酒的红酒窖。那它设计非常合理的就是在放红酒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 wet bar，
这里有一个吧台，那你客人来的时候开一瓶陈年好酒，跟好朋友跟生意伙伴分享一下，非常的合适。好，那我想你们刚刚已经有稍微看到它起居空间这里的格局，这里就是三厅一体的开阔式格局。那我们看它的客厅空间，哇，真的，这个空间真的是太棒了！你看它的沙发还可以放两边都可以坐人的这一种大型沙发，而且你也不会觉得整个空间非常的局促。这里呢放一个大电视，或者是放一个投影机，非常的合适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、它这个家庭餐厅，它也是布置的非常的有情调。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房子里面所用的所有的灯饰，简洁又高雅。而且我们有注意到它这边的橱柜呢，它的把手也都是用这种金饰的把手，它细节到你看它选的食材，它上面的纹路也是带金色的。那在饭厅的旁边呢，这里就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厨房，那厨房它的吊饰我也是非常的喜欢。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中岛，它旁边是做 waterfall 的这种剪裁，看起来非常的大气。那在厨房这里呢，这里有一个嵌入式的冰箱，那这个冰箱呢，它是 Thermador 这个牌子的，这個、房子里面的所有的厨房电器都是 Thermador 高档品牌的。好，那我们厨房继续走下来呢，我想这个房子的建造商一定是华人，或者是建造这个房子的一定是一个华人，因为我们有看到炉头在这里，洗手槽在这里，所以水火不会对冲，这非常适合华人的口味。好，那继续，厨房难道就是一个吗？当然不是，在这么大的一个房子里面，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中式的厨房，这边就非常适合煎煮炒炸，这一些油烟味会比较大的料理在这里就非常合适。那当然在对面就有厨房的储藏室，好，接下来小郑要带你们去看这个房子的另外一个亮点。这个房子可以算是双主卧的设计，它在楼下的这个卧房呢，它空间非常的大，可以说是一般我们主卧的这个大小规格。而且你如果是住在这边的话，这里有另外一个车库入口门，所以如果是给家里的 teenager 或者是 young adult 他们住的话，他们有自己可以入口的地方，然后一进来之后就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。而且在这里是他的洗衣间，那在洗衣间的旁边呢就是楼下的卧室了。这个卧室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房子的后面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自家后院的绿地。那再继续走过去呢，就是这个卧室自己的浴室了。那到浴室之前，你会先看到自己的一个 walk-in closet。那这个浴室呢，就真的是一个主卧规格的浴室了。中间有一个欧式浴缸，然后在对面呢是双洗手槽的洗手台，然后还有自己的淋浴间哦。然后你们从那边看，看一下这个空间，多么的开阔。小镇站在这里，好像我很小一样，其实不是的，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房子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宽大。好，那带你们去看一下它的后院吧。我们打开这个双开门呢，我们一出去是可以看到这个后院，它这里有一个面积也不小的一个加州房，然后上面一个吊扇，晚上跟朋友在这边喝酒聊天，非常的惬意。那再继续走下来，这个房子呢有一个游泳池，这个游泳池也不会
过分的大。那你夏天的时候要在这边玩个水，它的功能性是有的。而且我们有注意到这个房子呢，它旁边的隐秘性非常的好，它的这个树都已经长得非常的高，基本上呢是没有邻居可以看到你。特别是这个房子的旁边的邻居呢，没有这么高到二楼的房子，所以 privacy 一级棒。而且这个后院有一个大片的草地，你家里有小狗啦、小孩啊，在这边奔跑都可以。然后也顺便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后面它建筑的设计是怎么样子。那这个房子它的 location 真的是极佳，我可以想象到一个场景，就是你的朋友从国内，或者是你的生意伙伴从国内来这边拜访你的时候，吃完饱饭，你可以跟他们说，哎，我让我儿子带你去旁边的 Arcadia Mall 逛一逛，哇，这个休闲活动也都可以帮他们安排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去看它二楼长什么样子吧。那上来二楼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二楼的一个 loft。 那我喜欢这个房子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有看到在 loft 的四个角落呢都是有房间，他们房间分得比较开，那所以住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呢都有自己的 privacy。 那大家平常如果要去的时候就来到中间这个客厅，是不是非常的合适呢？那我们先看的其中一个侧卧，这边的每一个房间都是套间，这里是其中一个侧卧的空间，它侧卧空间也是非常的舒适的。然后另外一个侧卧在这里。一样是有自己的厕所，而且卧室的空间都不会太狭小。然后最后一个侧卧就在这边咯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，它的主卧室的空间。它主卧空间是在二楼，靠近房子后端的部分，所以也不会听到街上车声的吵杂。那这个主卧呢，有一个亮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女主人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她柜子超多的一个 walk-in closet。这边摆满女主人的爱马仕，然后中间呢，你所有的银饰啦，或者是领带、皮带都可以放在中间。这个空间看起来根本就是奢侈品品牌他们的展示厅了。然后最后呢，给你们看一下它主卧的浴室长什么样子。啊，主卧的浴室一进去，你可以看到它是双洗手槽的洗手台，中间还有一个化妆台的空间，然后在这个洗手台的对面有一个很有情调的欧式浴缸，而且看出去就是可以看到你外面的风景。那它这里还有一个淋浴间。
好，那以上呢就小鎮跟你们介绍在 Arcadia 这里的新房，2023年的定制新房。我想现在在 Arcadia 应该没有2023年盖的房子，这里的 location 非常好，学校的评级更不用讲。9分、8分、9分的。那如果你是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小鎮联络，可以加我的微信，打我的电话，我的 LINE 也在这里。最后也感谢提供这个 listing 的 listing agent Lee Pin。那如果你是房产经纪，手上有想要让更多人看到的漂亮房子，也可以跟小鎮的团队联系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个漂亮房子见，拜拜。